我一开始接触到这个裤子是因为向华他跟我分享这个裤子的时候呢，我当下是我有那个坐骨神经痛，就是背后啊腰背痛啊。然后他跟我讲的时候呢，我一开始听这样血液循环啦，可以帮助排脂啊，就是消毒啊排毒啊这种东西的时候，一开始我还想说好像也还好，因为有时候听到很多产品嘛，觉得好像又还好。就当他讲到可以改善到腰痛的问题的时候啊，我眼睛就又亮了，就看一下哦，是怎样可以帮助到腰痛的问题啊？然后我当下我也是在痛着，所以我就哦，OK，就 try 看咯，买一件来 try 看咯。所以以后就是你每天大概穿多久？然后穿了，就是穿到现在几个月了？我现在算到4月尾的话，就有7个月了。哦，穿到7个月了，这每天是穿多长时间呢？因为你想买一件吗？对对吗？对，当我买我只有一件的时候，我是穿大都有超过8个小时了，12个小时也有的。一开始穿的第一个月我是比较少，我那时穿着晚上睡觉，然后过了应该2个礼拜我才有穿去做工，就是早上就是早上到下午，晚上洗了之后就没有穿了，从那时候没有穿了，应该扣来应该有20个小时了。像你穿了过后有什么效果吗？因为你是讲要改善腰痛问题嘛。对对对，我是穿了一个月的时候，我就有发现到我的腰痛有一点改善了的，然后就有到现改善在，了，就没有像到现在我是没有再发作了啦，大叔的，他出，不要怕，你有穿的裤子。然后后来又再 加对购对，另外2件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特别版，所以就穿对丝被袜穿了。了的时候，现在有瘦吗？对，哦，有肚子会比较看的比较明显啦。我会有对比图啊，我等下会放在 comment 下面。听说你除了自己穿以外，你有买给你妈妈哦。这样就对是对为对，什么买给妈妈？妈妈的，其实我也是她，我其实想要改善她的健康问题的啦，因为她可以帮助血液循环嘛，所以我就买给她 try 看咯，因为她也是睡眠，她每次晚上她也是跟我讲睡不着，然后夜尿问题也是很多，脚也是膝盖也是会比较痛啦，所以我就买一件给她，也是买一件给她去 try 哦。之后他穿了一个月的时候呢，他是跟我是问他啦，因为他自己没有 feel 到嘛，我就问他有没有觉得睡眠比较好，他就讲好像有，然后我们也刚观察一下，他真的是晚上就比较容易入眠啦，不会讲说睡不着，要天亮才可以睡，然后夜尿问题也是有改善哦，就是不会一直频频去厕所，然后还有膝盖的问题，我是还没有听到他讲有好啦，不过他也没有跟我讲他有特别痛了啦。这样子，然后还有就是我跟他一个月，他穿一个月过后，我有跟他拍照片，就看到他的肚子就小了3cm。哇，开心哦！我妈妈也是，我妈妈小了2寸，她超开心的，那个腰部。他看到3cm，他就很勤劳，又在穿了，因为他还是穿着睡觉穿不了，现在是他每穿天着睡觉穿。吧。对对对，所以他因为穿着睡觉的话，就是他晚上要睡觉，就10点这样子才睡嘛，就10点这样才穿哦，穿到第二天早上也是7、8点他就起来了，所以。尽量给他穿8个小时啦，都到最过后一个月看到他对比图哈，就看他肚子有瘦的时候嘞，他就特别早上来睡觉，你要快快穿。对对对，没有睡觉也是可以穿的，你要跟他讲，就 可爱因为艳羽毛。他还有叫做家务主菜啊，他讲不要穿。哦，不要紧啊，存 钱再买多一件给他啦。对呀、啊，要买多一件给他。好啦，谢谢你的分享。这样就是我们的直播差不多尾声了，你有什么想要跟就是还没有买裤子的朋友，就是有什么可以推荐他们的吗？心得。就是各位还在观望这个裤子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再看了咯，就快快来问我们一下，这个裤子到底可以帮助到你改善什么？对，这裤子好，很不错的，最重要是血液循环可以改善健康。对，就是健康是重点，然后如果会瘦下来就是一个 bonus 啦，就是也好看，然对后对又有对，自信。其实瘦不对，没瘦，错。如果太胖也是不健康，其实可以这样讲。对对对，好啦，今天就谢谢你跟我们做一个简谢短谢的你，分享，谢谢你。好，谢好，拜谢。拜。